小龙，别再吃了，这个我吃的。吃了。哎，小龙，你们大家怎么每个脸色这么严肃？你们不知道吗？我们这里刚发生了命案。命案？谁死了？哎，住在楼上的李太太。李太太死了？我都还没说完，是李太太家的狗 Happy。 Happy 死了？哎，就是那只白色的狗啊，很喜欢见人就吠的。对了，昨天他家的女佣带狗去溜，狗就跑丢了，结果今天早上 Happy 的尸体就被人发现，好像是从高楼丢下来摔死的。这只狗啊真的很潮，烦死了，整天吠，可能啊有人受不了就把它从楼上丢下来啊。太恐怖太残忍了，只有心理变态的人才会这么做。哎呦，天宁啊，这么夸张，几天不见肚子这么大了？天宁肚子这么圆一定是女的。干嘛芝麻大反应啊？我的手又没有毒。我们有事改天再聊，拜拜。